如果真的过到英国读书了，有没有机会移民的？这个真的很 hot 的 topic， 近排很多电话就是 Connie 啊，如果我真的过去英国或者澳洲读书，读完之后可不可以留下，读些什么科目可以移到民啊？在疫情之下有没有改变到策略，可不可以留下做事啦？留下做事，其实英国呢，其实今年都大家都知道啦，就是改了个 policy， 就是给你们留下两年嘛，可以拿两年那个 working permit 在这里做事嘛。那两年之后有什么方法先移到民，直接拿到 passport 呢？澳洲就不嬲有个 postgrad visa 的，咁但系而家情况有冇改变到呢？呢一啲所有嘅问题，我都会喺6月27号星期六3:55呢个讲座里面为大家一一拆解。希望大家准时出席，到时见。